呢度有五单料，一单满五单，有冇着数？你自己谂下。我系永保汪海兰，我想停机改版。原本呢啲相，我系听日可以做头条，而家就系要俾你攞去做台底交易。我做新闻，第一个原则，读者中意睇个古仔就会得好处。所以多格仔多人睇嘅就系你嘅标准，冇人睇个报纸点生存？我估七年前你唔会同我讲啲咁嘅嘢咯。我从来都唔会留翻转头。 你觉得呢个标题读过出事？你想唔想读啊？唔系个个记者都个无良噶。喂，我系做记者，有咩报咩噶啦？查案啲嘢留翻俾差佬啊！你写咩啊？你而家连主人都咬，好系写咗，呢度系冇话事。你想拘留我？我要呢班做新闻嘅人知道，得罪我丁俊生，唔会有好结果。点解我嚟继续查落去有冇用噶？我唔想冇多个朋友。 而家董事局我就入咗啦，我做硬集团主席。唔好谂住公器私用，香港系有新闻自由噶。